我今天去，现在5点了。我去市里，晚上住在市里了。完了后，哎呀妈，这个一身汗一身汗的。那个老李自己在家，明天有个课，所以我不想摊那么早。说今天晚上住在那儿。好嘞，我先走了啊。走吧，嗯。别着急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早上起来，起来刷刷牙、洗洗脸、化化妆，我现在是几点了？现在是6点半，我们是8点半的课，我现在出去买一点早餐吧，买个煎饼果子吃，我在家里不坐了，一个人，鞋穿上。买了个煎饼果子，嘿嘿。又来了一份煎饼果子。早啊，我出来的早，这么热闹的地方都没有人。我吃点儿吧，煎饼果子。完了以后，我看回去烧个汤。买了个煎饼果子，烧个汤吧，就那么吃吗？放了好长时间的胡辣汤，我试一下。不行，不行。不整了，这要整就一大堆，我自己吃就浪费了，不整了，扔在这儿吧。什么时候老李过来的时候，我再做吧。凑合吃吧。哎呀，朋友们，哎呦哈，这个，我出门的时候。老李就往我包里塞了这么多的牛奶，你说，哎，我也喝不了，你说我还得背回去，不对，还得背回去吗？搁到这儿吧，没事儿，搁到这儿，下个礼拜我来喝，下礼拜一我还得，礼拜二我还得过来，就喝这一个吧。本来想烧个胡辣汤的，几点了？7点了，不烧了，胡辣汤也不烧了。煎饼，哎呀妈呀！它在里头就是甜面酱。
吃吧。刚才又躺了一会儿，躺了一会儿，现在到点了，8:10了，9点开课，现在就走，还是那个，还是直接就回阜宁了，就不回来了。我现在今天来的早，9点开课，现在还有一刻钟，我是第一个来的，这一学茶道的。哎呦，都来了！今天学首次见面叫茶艺，茶艺，挺漂亮的。叫你们，我也要。你肯定漂亮啊，我都不用说。哎呀，这都不用说，你看多认真呀、啊，我们这个学员。这么快、啊？第一点，然后就是还有第二点，就是不能往茶叶上面加。你水直接淋到茶叶上，那这个肯定会出现，把里面它那种就是我们的多酚类物质会给它提前先冲泡出来。上面，掌握的都不行，就是我们的定点，只要一说定点，指的就是。高冲或者低冲指的就是6点钟方向。那么如果我要告诉你们全冲，那么是在几点？道家实际上儒家，我那天我学了一下啊，你看这位老师他个人的简介，他说请佩戴好随身物品，提前做好下车准备。上完课坐公交直接回家了，一个小时。注意交通安全。就人家上门送到家了是吧？这肯定专门送的。哎呦，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哎呦，这妞妞，哎呦喝干啥呀？这妞妞，好哇，朋友们，哎，我回来高兴了。哎呀，我先洗洗手。这个乒乓球案子。哦，这还有一个这个啊！我那么使劲干啥呀？要不你还怎么拿牌啊？这才对呢！还洗洗手，先洗洗手，换双鞋，把鞋换了。你看我打这个好啊！好，你打的好，对。来来来来，咱们打一个，朋友们，我们，哎呦，这乒乓球，这打这球的。啊。练就好了。